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千贤，大家好。佛学沾到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千贤给佛学界学讲。我们讲到哪边呢？160吗？啊，180了，啊，158哦。158的第七行，1234567，好，厄难能强记啊，这边吗？好好，这个厄难呢？哦，记性啊非常好，哦，入耳至心，经过他的耳朵，他就记在心上。纵然很难记得哈，哦，那个咒语啊，也一样听过一次，就全部哈，哦，一生都不会忘。哦，这个超厉害的，我们大概呢都要努力到哈，哦，六次，哦，反复一直这样六次的哦熏习呀，才能够记得住。那阿难呢？只要一听呢，哦，他全部都记住，所以啊，都能够哦强记呀，啊。十方如来所说十二部经，不有阿难呢，不止哦，只有记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十方如来哦所说的呢，阿难一样都能够记得住。哦，清净妙理呀，啊，如恒而沙。哦，十二部经里面的清净妙理。各位前贤知道十二部经吗？哦，把那个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哦，分成十二个种类，叫做十二分教。哦，各位都没有听过吗？哦，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事、本生、常行、重诵、未曾有、孤奇，哦，然后啊论义，十二部啊，不是说哦《金刚经》一部，然后我们《楞严经》一部，不是这样哦，是它的内容哦，是始于因缘的哦，或是始于哦比喻的，或是呢哦方广的，还是始于受记的，以那个内容呢哦来啊分十二分教。都没有印象啊，我们以前有说过哦，有没有？哎，有一个最难的哦，就是无问住受，因为哦，这个菩萨都还没有哦到达哦啊很深的程度，没有办法问，他没有办法问的佛知道啊，程度已经够了哦，然后就讲。像我们这一部的最后面，哦，那个都是无问自受，哎，那个十以十二分教里面，啊哦，最难的，哦，一部分，啊，所以十二部经，哦，十二部经里面呢全部，啊，都是清净的妙理，哦，那个道理呢都是，啊哦，非常殊胜。那么上游，哦，不免啊漏于邪思啊，哎，所以我们了解说，知道呢，还是要行，知道要做。假如说我们光知道，难道没有做？这样的话呢，对我们的哦那个受益啊，受到利益啊不多。哦，一定要做，我们是可以成就。所以现在呢，要了解哈，哦，各位先生，我们对自己啊成佛有没有信心？有。哦，这个一定要有，因为哦。那个成佛的根源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本体，那我们已经掌握到自己的，哦，那个本体，啊，那绝对，啊，可以成道，绝对可以成佛，只是时间，哦，早晚，哦，每个人的根器，啊，不同，哦，每个人的，哦，难道成垢也不一样，所以有修得很快很容易，有的修得，哦，挫折很多很大又很慢，
可是这个都不一样啊，我们就这个欢喜心，然后努力啊学习，在日常生活之中就要修道。修道不是找地点，不是找时间，不管什么地点，不管什么时间，都在修道。所以各位一定要在行住坐卧全部都在道之中。一定呢要在生活里面就是已经是道了。这样呢才不会说我要赶快到佛堂去修道，然后下课了我到完成投入成功了。但这样不行啦，这样这个时间都太短了。所以我们了解说真正的一修持了以后时时刻刻最重要就是保持清醒的头脑觉。我们不觉，不觉就是无明，无明起后造业，因为不觉才会造业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不觉的时间很长，不知不觉那我们就要心念呢，时时刻刻都觉，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哦。这个觉我们要了解到，是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发挥出来的功能作用。那假如说我们都一直被凡尘诱惑，那我们那个觉功能作用偏偏呢都用到外相，所以这个时候在本体之中就不觉了那个觉都是外相，都是变化无常，这样呢就是无明。那我们假如说知道外相都是因缘机会才呈现，缘聚则生缘散就灭，都是假的，那这样呢不注重外相，我们就会注重我们佛性本体。那时时刻刻呢注重佛性本体就是在觉之中，就没有不觉啦，所以差别也很小差别在造化对我们的引诱呢是强还是不强。那因为我们不研究的话，外面的引诱力量很大，都把我们拐骗，拐骗让我们进入六道轮回。那假如说我们时时刻刻知道外相都是假，无常变化，那这样呢外面引诱的力量就减弱了，他要引诱我们呢我们那个自己的主宰他就会出来当家，那自己的主宰当家那个觉就很充实所以要了解到我们一定要先培养对自己的信心所以仁义礼智信，你看信居中统事端兼万善那一切功德从信建立信为道源功德母信什么？就是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不是相信外面的事物外面的事外面的物那个不用你去相信。为什么？因为那个是因缘际会所产生，缘际则生缘散就灭当下都是空的啦不实在，实相就只有佛性本体所以我们时时刻刻觉了在本体之中的那当然我们一口气不来，身体还给天地所有宏图，然后回到整个宇宙虚空都是佛性本体回到家了已经回来了。所以一定要自己努力这个别人帮不了忙自己的佛性不当家别人是帮不了忙的啦，所以一定要自己努力所以先了解这个真理，然后实际的去做，不是很困难，对不对？困不困难？哇，不敢赢呢，不敢赢表示说还不想做了，为什么外面还很好玩呢都还很想到处去观光所以要了解到完成的所有景象，不管它再怎么好的景象
都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所生发。没有真心佛性啊，没有万象，没有三河大地，所以整个三河大地啊，都是我们真心佛性。观光看我们自己佛性就好了啊！哦，我们自己佛性很宽广，超越太阳系的。你能观光只有在地球里面啊！哦，啊，你的佛性是超越地球的。哦，要知道啊！哦，所以我们呢，这个这一段呢、啊，就是文殊菩萨哦所讲，哎，说我们啊，哦，整个哦能够见到的现象。就好像那个海浪引起来的泡泡一下子破灭了、哦、那我们、啊、整个佛性的大觉、啊、非常宽广、哦、那个三河大地、啊、大觉之中的一个泡沫，你看那么小那么微小，真的好像呢、哦、看那我们道清先贤讲的，我们地球就是一颗绿豆，绿豆有看过吗？哎，几粒变到你了，大不大？哎，不大哦，很小的。那我们整个佛性呢、啊，进虚空哦，已经没有外，进到没有外，小到没有内，这么宽广，都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都、哦、没有、哦、接受这一种哦殊胜的那个道理。所以我们就都见解呀很狭隘，他生活也都是在自己呀一个小范围里面，哦，也不宽广，啊，所以都形成啊，哦，很喜欢跟人计较。那假如说我们都很宽广了，哦，是扩展到整个宇宙虚空，那我们凡尘这个还需要计较吗？不需要的，对不对？计较都是多的啦，自找麻烦啦，是不是这样？哎，所以一定要研究、哦、我们研究真理了以后、啊哦、生活得很宽广，不要等到一口气不来、啊、当下就已经是天堂。那我们很喜欢计较，很喜欢进入现象，那烦恼很多了、哦、都是害我们自己、哎啊、所以我们呢这个啊，看到呢、哦、那个啊，阿难啊，哦，被那个文殊菩萨讲说呢，虽然记得十二部经清净的妙理，但是呢，还一样、啊、哦，不免漏于邪思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念头啊，观念哦、啊，我们都是佛了，为什么不成佛？被我们自己的观念障碍、啊、所以我们观念一定要哦。正知正见就是佛知佛见、啊、那佛知佛见没有障碍了，成不成佛？就成佛了啊！那为什么不成？因为我们有很多邪思，不正确的思想，哎，观念都不正确，这样呢，我们才在凡尘受苦哦，六道轮回。那我们一透彻真理了以后，哦，都没了。哦，这一些虚幻不实在的哦，全部都哦没有了，不存在了。所以哦，若邪思以后啊，为物啊所转，哦被物啊转。所以各位先贤，我们被物转还是转物啊？哎，我们都被物转，对不对？哎，这个东西比我们还要厉害。哦，我们为了要房子就努力赚钱买房子，为了要车子又努力赚钱买车子，对不对？有没有被物转？哦，都是被物转啊。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回到我们的佛性本体来啊，我们如来能转物，可以转物啦。所以或许啊，之前呢、啊、哦，都跟各位讲过说呢，这个老千要训练佛学啊，说哈、哦，不要呢哈、哦，心被物转，要心能转物啊。然后怎么训练呢？哦，就是啊，把那个摆设，哦，客厅之中摆设啊，搬过来搬过去呀、啊。要老千本身来做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帮忙啊？哎，啊，就一直搬来搬去。那或许这个就想。
吃饱在修行呢。哦，这个东西怎么一直搬过来搬过去、啊、然后后来啊，就想这个老千要告诉我什么、啊、为什么都哦，这个东西这样一直在哦，这个转换的啊，物啊随心转，东西哈、哦、要随着我们的心说，嗯，这个摆在这边不理想，我们把它转到这边来，哎，就是哦。哦，物啊，随着我们的心转，不要我们的心啊被物转。当或许领悟到了以后，哦，啊，不搬了啦，不搬了，东西不搬了。所以后来想一想，或许还真很幸运呢，就跟老人家住在一起啊。哦，一个感恩楼就只有我们两个，或许跟老前人，所以才有办法这样子哦。在身边去体会，老钱也是不喜欢用讲话了，他要用行动来，哦，告诉你问题，告诉你解决问题。所以啊，一方面呢，我们就是了解到、哦、这个身教，老钱本身哦都不睡午觉，那刚。那个感恩楼还没盖哈，或许到那个天佛院去哈，这个养病是养身体啦，不是养病了，病越养就越病了，哎，因为心力不整，哦，给大姑开车哦，那个冷气太强，身体都已经哦受不了，还去普里啊哈天佛院那个地方去养病，那。那个时候，因为哈感恩楼还没盖，那慧雪在养老之家的哦那个房间哦哦这个睡觉了。老千这个会时常哈到那个天佛院去，会到哈普里亚的那只家，然后等到这个所有身边的人都不见的时候，老千就跟慧雪讲，白天不要睡觉。然后我就点点嘛哈。我说你也无看我白天在睡觉啊，你来我拢嘛伫你身边吼、哦。然后又回去了，又隔了一段时间再来，哎，然后又一样吼、哦，等到身边都没人，又跟我讲，白天不要睡觉。啊，因为吼、哦、那个时候是真的身体也蛮状况蛮差了，然后现在一回去了吼、哦，回到湖山吼、哦，那个时候感冒都还没改好，那回去又睡觉，第三次来，哦。白天不要睡觉，我在想我在睡觉，你又没有看到，你们知道我在睡觉，好了就不睡了，哎，不睡就不睡。各位姐姐，我们假如说哈、哦、那个午睡习惯了哈、哦，你要不睡啊，是很难过的嘞。哎，啊还好了，为什么？因为那边哦地方很大，有七甲板，那个地啊很大，还有种花。有种树啊，然后啊，种花的旁边就有草，有杂草。那个午休的时间啊，就刚好太阳正大，我就跑到那个花圃去拔草。我是很想睡了，可是那个哈、哦，那个太阳很热哈、哦，然后在那边拔草啊，哦，大概两个礼拜，哦，真的是很难熬哎。各位有没有午睡的习惯？有啊，因为有时候这个小睡一下哦，恢复精神很快啦。哎啊，那个时候老千是要训练慧雪说白天不要睡觉，哦，那个时候哦是还没有住在一起，哦，老千住在湖山，那慧雪在哦天佛院那个养老院的哦房间在休息休养。那经过两个礼拜哦。哦，不睡午觉，哦，就已经真的哈、哦，那个午间的时候啊，哎，就不会想睡了。所以各位真的是哦，哎，熬过，你只要熬过两个礼拜、啊、就可以哦，免困啊。起码呢，看人在困倒，让他笑，哈哈。哦，你被身体打败了哦。哎，所以我们了解啊，像哦，我们去度人家哦，素食啊。哦，他出分的哦，素食，
你可以跟他讲，你只要忍受两个礼拜不吃鱼不吃肉，你第三个礼拜你就会怕了，看到鱼看到肉你都不敢吃，两个礼拜就可以了哦。嗯，只是那两个礼拜哦，一定要很坚强啊，不能哦又被引诱又回去了哦，引诱万一失败了以后啊，可能就没有成功的机会啊。所以老千再来哦，或许没有睡午觉了，现在来，他不会再讲说白天不要睡觉，很厉害哦。所以呢，我们了解到哦，那个哦，大德者真的是哦，不可思议啊！哦，或许也是讲说，哦，那个时候或许在后天庙啊，哦，蛮大的哈、哦，那个功夫啊，哦，结果老千一句话，现在什么时候不赶快去渡轮，还在打坐？哦，好了好了，放弃，把所有后天的哈、哦、成就都全部放弃。哦，然后投入真正的哦，心理心法，才有办法跟各位结缘呐、啊。哦，不然那个时候对哦，那个哦后天的那一些呀、啊，我们哈、哦、一般都会啦，住相啊，住相也就最喜欢听到这一些哈、哦、来未来去去未去的一些事情啦、啊。哦，你很喜欢知道，哦，就是。哦，那个哦，我们那个四神的神通变化，他或者一放弃了以后哦，隔了一段时间啊，这一些四神的全部都哦把它放掉了，然后就追求哦心理心法，之前也是有啦，那个在后天庙那个四神也是讲心理心法，可是哦那个是完全都还隔了一层，哦差很多啦，程度差很多，哎啊，所以啊就放弃了。结果很有意思哦，经过了哦，那个时候问老千人哈、哦、问题的时候是63年，哦，就63那个年初的时候，然后到77年，老千遇到后学哈、哦，也一样旁边没人的时候，就跟后学讲说，哎，你现在还有没有打坐啊？已经经过哦63、73、10、14年了哈、哦。中间都没有谈这个问题哦，也很少哦，那个中间不很常见面，可是哦，竟然老千还记得说，或许是打坐哦有功夫，或许说没有，你老没有了啦，哦，你老那个时候一讲了，或许就没有再打坐了，竟然后跟老千跟或许讲，哎，你现在可以啊，说我现在可以，然后啊，老千哦，一回到釜山的时候，我就真的又打坐了咧。一打坐下来哦，啊，不行，为什么？因为天佛院哦，有七甲半的地啊，种很多花草。然后哦，管理的人员啊，才三个。天理佛院啊，才三个在管理。然后一打坐的时候哦，这一下子啊，哪个地方还没种？啊，哪个地方还没做？啊，哪个地方还没做？我说啊，那我免坐，我过来坐就好啊。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点点滴滴哦，这样一经过来了哦，了解说哦，真正的道在悟啊，起在做也，真的不是做哦，可以得到道了，就是你真的要悟，领悟。然后这个领悟哈、哦，各位就要了解到有深有浅，你浅悟也是悟了，你深悟也是悟，哦，啊、那个中间的所有修道过程，哦，一样也都会有让我们领悟，也会有让我们哦那个成就，啊，那个时候哈、哦，我们都会很高兴，那我们也是最怕哦，哦，在那一种中间。过程的成就啊，让我们非常高兴，而就住在那一种哦，很啊、自己觉得很哦很好的那一种境况里面，这样哦就不会进步了哦。所以呢，我们哦一研究啊，就哦就直接呢到达一个最顶点，
哦，不要中间的哦，那个过程太多，然后成就也太多哦，住相也太多啊，到后来都障碍自己呀、啊，都真的是障碍。哦啊、所以哦，或者都哦，一直鼓励啊，我们真的就是要彻底了解哦，从真理下手，然后我们做的时候啊，哎，就直接啊，哦，从凡夫地啊，直接到佛地。哎啊，当然这个中间呢、哦，我们自己呀、啊。就是要、哦、加倍努力、啊哦、不可能说累世之间、啊、都不造业、啊、不可能的，都有业。那我们一定呢要了解了啊，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啊，还需还数债，记不记得？所以、哦、这个了就是你透彻已经知道真理，而且你所作所为啊都已经在真理之中，那个叫了。那未了呢，就是我们的心还有挂碍，有挂碍的心呢就是未了啊。所以呢啊，我们就会想到说哦，众经百千劫啊，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啊，果报还自受，对不对？哎，都会有哦这方面的这个记忆呈现。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哦、我们在过程之中啊、哦、我们就是要努力的去、哦、修正自己啊，度化别人，帮助别人，然后自己一定要透彻、哦、对真理要透彻，知道说哦，佛性本体啊，无形无相哦，他哪能够哦这个容得住啊那一些哈、哦、业障，容得住烦恼，所以啊烦恼业障在哪里？在佛性本体有吗？没有的啦。啊，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哈、哦，因为我们住相，我们在四神之中哦，我们的习惯性。丢到人类太久养成的习惯了太强，那么这一些习惯性、啊、我们的佛性里面都没有，佛性没有，所以那个怀让禅师讲、哦、这个染污即不得、啊、我们要把佛性染污、哦、就是呢、啊、这个凡尘事、啊、非常多，要把佛性呢、哦、整个都卡住了、啊、卡不住了、啊，难无即不得，但是呢，修正啊，即不无，因为我们的六道轮回太久，造的业障太多，啊，你一定要修正，把这一些佛性所没有的都去掉。那我们佛性哦，没有贪嗔痴啊，我们的习性最强，贪嗔痴，所以要去掉这个贪嗔痴啊，哎，就要很用心了、啊。哦，时时刻刻我们保持觉，你有觉的时候啊，有没有贪嗔痴？绝对没有。所以我们一有贪嗔痴的时候，保证就是不觉。你不觉了才有，哦，贪嗔痴才有。一有贪嗔痴了以后啊，哦，那延伸下来的非常多的烦恼，哎，大部分呢、啊、都是住相，都是形象哦，让我们烦恼。所以要了解到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有相都是假的，都不真、哦啊、你把所有相都了解它的根源相、啊、就是所有宏图众缘际会形成，包括我们身体也是一样，所有宏图、哦、然后际会借我们用，我们都要还给天地、啊、这个都不是我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哦、我们能够认清了、哦、那个范志问释迦牟尼佛说、哦、有没有一个方法、哦、很简单很容易记，然后也很容易做、哦、可以就可以成佛，他说有，他说什么方法？非如悟、啊、莫取，他说我知道了。佛一听说啊，你知道你讲讲看，你说我的身体也不是我的啊，是天地的所有宏图啊，所以我的身体我也不要。他说好、啊、可以了，你这样可以了，自己最亲的身体都不要了，那外相更不用说了，对不对？
哦，所以各位要各位请要了解，凡所有相都是假的，都不是我的。我们现在都把我们身边的东西啊，嚯、哦，这个话哎，这个话哎，很威护，对不对？稍微一点点哦，受到侵害了呀，嚯、哦，烂得啊呢，哦，加抗议，会不会？我们维护啊，是真的是假的？假的啦，我们维护假的啦，真的我们维护吗？我们维护我们的真的吗？我们的真我们都不维护呢，都不管他呢，哦，他怎么样我们都不管，我们维护都是假的，哦，这样我们是很聪明呢，还是很笨呢、啊？哦，想一想还真很笨哦，假的一直维护，一直用心，真的我们都不管他。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最值得追求的就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不是玩空的啦，是很实实在在、切实的这个觉啊，不是生灭的觉哦，是绝对的觉哦。你注意它，它有；你不注意它，它也有；你觉它也在，你不觉它也在，就是要这个啦。哦，这个才是我们所要努力追求。那剩下的哈、哦，哎，那个等而次之啦，不追求也没关系，因为都带不走。我们所能够拥有带走，哎，就是这个实相，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这个。哦，这个在成佛的啦。哦，这个你一证悟了以后啊，哎，你当下就是天堂。哦，什么东西都是假的，什么东西呢都不是我的。所以啊，这样有没有看破了？完全都看破了，对不对？哎，看破就好生活了，对不对？很高兴的，对不对？哎，我们那个佛性哦，本来就是这样，嚯、哦、啊，逍遥自在，很高兴。可是我们都敏有敏感的。哦，都好像刚从厕所出来，面都臭糊糊，哎，所以要了解、哦、我们要追求、哦、追求那一种、哦、最值得追求的、哦、佛性本体。那么溺于隐色、啊、不得自由、哦、而那呢、哦、沉溺在那个啊摩登瘸的、哦、那个房间里面、啊、他已经啊、哦这个不得自由了。我们、哦、在研究啊，说阿难沉溺在、哦、那个摩登伽的、哦、房间啊、哦、说这个遭遇大难。各位先生，我们想一想，现在社会人士，假如说、哦、这个陷入啊摩登伽的房间啊，高不高兴？高不高兴？哦，哎，求之不得哈、哦。对不对？你看差这么大，哎啊，所以那个哈、哦、很高兴求之不得啊，就是准备要六道轮回啊。那个陷入磨难的啊，糟糕了，这要怎么办啊？赶快救我啊！那个就是要脱离苦海，差别在这里呀、啊。那我们凡人呢，是陷入六道轮回好呢，还是脱离苦海好？所以一定要有智慧哦，哎，要智慧来判断怎么做哦，不能沉溺啊，哦，在身体的享受，身体享受哦，他一口气不来啊，他全部不负责任的、啊，他不管的，身体会管我们吗？哎，那个佛性要出来担当，对不对？哎，所有罪过都佛性要担当了、啊，身体都不管，他都一撒手了以后啊，哦，拍拍屁股啊，走人了。还给天地了啦、哦、所以啊，起灰呢随所轮、哦、就沦落了，沦落六道轮回。那么阿难的记性啊、哦、纵观世界所有的人类啊、哦、历史上记载的或现今的人物啊、哦、没有一个呢比得上他、哦、他是入耳就住心啊，进入耳朵、哦、就能记住了。那么再难记的咒语啊，也只听一次啊，哦，就记住，哦，
且经过呢几十年也不会忘掉，非常的厉害。那么连释迦牟尼佛都很这个赞叹，赞叹这个阿难的记性。但呢在实际的修持啊，成就啊就不大了。阿难大慈大悲啊，示现这种现况，让走跟他相同道路的人啊能够清醒过来。那么相信凡人啊没有他的能耐。那么纵然有啊也修不成啊，没有他那个记性啊那么好。那么要如何修呢？交代得很明白。旋流呢后无望。旋啊就是旋转。流者啊就是入流。我们出流啊就是把注意力啊让它出去外面，叫做出流。入流就是把注意力啊收回来，叫做入流。那么出流呢就远程，就跟凡尘攀岩。出流呢就远程的。那能够入流啊，回光返照啊，就照性，就照见呢我们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那么出流即寻声呢，随尘寻着声音，然后随着凡尘，那个叫出流注意力都出去了叫漏，就是漏呢，就是烦恼我们中文把漏就翻译成烦恼那我们在实际方面呢、漏精神外放的漏进入啊这个轮回入流照性啊，就是还轮回光返照，还轮我们的稳性稳性谁能够听到啊？能够听到声音的是谁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这样听有没有？有那么获得啊真实常住啊不流转之性那个常住真心啊它不会流转不会呢进入六道轮回那个不流转的那个常住真心我们就可以得到出流啊就是无明，入流啊便能够解脱，我们回光返照啊就可以解脱。所以啊旋流还轮啊变得无碍的大解脱，我们只要反过来把注意力反过来不要去追求凡尘的那一些万象万事，我们回来注意自己的佛性。那么阿难呢汝谛听，我成佛威神之力欲旋流反闻，当生呢珍重之心，我为汝啊宣说金刚王那金刚王就是我们的本性啦，我们的本性就是像金刚金刚之王都不会被人家破坏具备了体相用三大，体大相大用大，那么其体啊坚固啊不可破坏我们那个佛性的本体啊非常坚固啊不可破坏。那么其相光明照料一切它的相啊光明，其用啊锐利啊能断无明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啊可以断掉无明，可是我们都不用了都不把它启发不把它培养。那么王就是自在无碍王呢三横一指啊，三横就是三界，一指啊就是道观，道观三界称为王。不是说我们现在这国王这总统这王啊，不是，是道观三界能够呢在三界之中啊都自在无碍那么前有加宝觉两个字啊金刚王宝觉，那么含在呢这个三个字之中，金刚王之中，宝觉啊，宝觉就是金刚王，金刚王就是宝觉。那么如幻啊不思议幻呢这个是比喻啊无而忽有没有它忽然有了虽有啊漏，虽然有好像没有，
那么为所修的三昧啊，哦，无修而修，修即无修啊，哦，性跟相啊融为一体。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真正的在修道啊，哦，就是也不标榜我在修道，哦，已经呢，哦，进入啊，哦，修而无修，哦，没有修道的那个念头观念。可是没有修吗？不是，是修即无修，这样了解意思吗？融入日常的生活，哦，不标榜说我是在修道，我是在生活啊，那个生活就是修道，就已经在道之中，这样了解吗？这个才叫做，哦，正精进。那假如说，哦，我很努力，哦，我很努力修道，那你懈怠的时候呢？这个就变生灭，所以我们不追求生灭，我们追求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不生不灭，所以生灭的我们不追求，所以正精进，精进的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之中，行住坐卧都在修了，不要找时间，不要找地点，找时间找地点那个都是有期限，一段时间它就没去了，那个都不算了。那我们已经融入生活，整个生活都是修道，那已经就是了，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什么时间，都是修道，都在道之中。哎呦，你免听了，你修就好啊，你做就好啊。你看讲出来，漏洞就百出了，对不对？那我们行住坐卧都是在道之中，还要再修道吗？就不用再练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了解说，讲了老半天，道是什么东西我都抓不到啊，怎么修呢？是不是这样？相信各位也都在道之中啊，时间也都蛮久了，然后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对不对？都很久了嘛。我小孩子出生就求道了呢，我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呢，还是多久啊？很久了，对不对？啊，你修有成无？啊，道是什么？你知影无？你讲来我听看卖，会吗？会不会？比如啊，有人这样说的话。也很容易了，你眼睛看着它，这个就是道，会不会？为什么？修道就是修心修性，眼睛能够看的呢，就是心性。你眼睛看着它，已经一眼就已经讲完了。有啊，我讲完了，你听有无？不是要讲的很多才算的，你看有时候我们都不讲话，人家就了解了。如老子所言，上德不德，这个上德啊，就是非常有道德的人，他不把这个道德挂在嘴边，所以不德，不将道德这个存在心中，他已经融入整个生活，所以整个生活都是德，那个叫上德，这样了解吗？不是说上德的人都不德，我糟糕，你按照字面那就意思就相反了，因为 要按照意思啦，不是按照文字，上德的人他把德融入生活，所有的一切行为动作行出之后都是德，所以不得不将它当成道德，然后下德就执德，执着道德，对不对？所以老子说，执着之者不明道德，你执着了，你做出来那个都不是了，那个叫沽名钓誉，都是假的，不真，真的就是上德不德，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真的修也是这样，已经也没有嘴巴谈修道，实际都已经在做了，在道之中。
那么不思议啊、哦、不可以心思口意啊，就是言理道断啊，心行处昧。之前呢、啊、我们有讲过啊，说什么样的状况呢很难讲，可是我们可以体会、哦、不着有不着空，不着亦有亦空，不着非有非空。我们怎么说？就是不可思议啊，都讲不出来，不能用头脑来思想，不能用嘴巴来论语，不可思议、哦、就是进入了、那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哦、要追求到最上圣的佛法，它都是、哦、没有语言啦，你讲出来都有、哦、它的瑕疵，没有语言才是真正的正确。所以佛释迦牟尼佛讲、哦、无言之道，没有语言的道，以言显说。我们用语言明显的来讲，因言而入、哦、因为语言我们可以进入了。非即是言，不是这一些文字语言，不是、哦、是因为描绘了你能够进入了，那就是对了、哦、所以要言理道断、哦、不能讲，心行处昧、啊、不能想、哦，言理道断了，言理道就是语言这方面讲的啦，已经断了，没有话讲、哦、那心行处、哦、你心一念接一念、哦、那个心的、哦、行处、啊、都已经灭了，没有、哦、所以这个就不可思议的、哦、那个内涵。那么超、哦、超出啊，四出世间、哦、四出呢就是出世间，世间就是凡尘，所以已经超出了。那么佛母啊，真三昧、哦、那痴告阿难及大众啊，有三摩体啊，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呢，一门超出，妙庄严录。所以、哦、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一研究这一本啊，就是、哦、三摩体大、哦、佛顶首楞严、哦，那么即十方的婆切梵，哦，婆切梵呢，也就是佛，哦，佛的梵文，哦，一路啊，哦，涅槃门，哦，就是要啊走入啊涅槃，走入不生不灭的这个道路，要怎么样走呢？哦，里面呢就详细告诉我们。那么可见呢，十方的知佛啊，都从此一门啊超出，哦。都从这一个、哦、大佛顶首楞严、哦、这一门超出，那么去路啊、哦、涅槃、哦、之门、哦、去啊就是往、哦、往路啊涅槃之门，所以啊、哦、称为佛母，佛的母亲啊、哦、出生呢诸佛。那么真三昧啊，乃天然、哦、自性本定、哦、三昧就是正定啊，那么真的正定啊，从佛性呢、哦、这个本性出发、哦、是佛性、哦、天然自然具备的、哦、非同用功夫啊所得之定，不是我们、哦、一参禅打坐得到的，那个是自性之中本有的、哦、真三昧啊具、哦、简要易速，很简单、哦、很扼要，很容易啊，很快速哦，四个义理，单一耳根啊，一门哦，深入就很简单哦，入一无妄啊，比六之根，就是我们的六根啊，一时都可以清净，就很扼要哦。但向根中，我们哈、哦、耳根啊，稳性之中，旋流缓闻，这个很容易哦。自入流往熟，一直到极昧现前啊，很快速哦。所以这个是文殊菩萨呢、哦、所讲。那么如闻为成佛一切、啊、秘密门、哦、这个跟阿难讲说，你听到呢非常多的佛，一粒为成一位佛、哦、为成佛一切的秘密门、哦、秘密修持的法门，欲若不先持、啊哦、续闻成垢物。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欲若、哦、一定要先除掉哦、那个欲望跟烦恼全部、啊、都除掉了、哦、不除掉的话续闻
我们呢哦记了很多的哦那一些修道方法哦这个序文就成垢物啊，会呢啊这个垢臭耽误。那么将文啊持佛佛，我们将文性啊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何不呢自文文？为什么不反文自性？哦，自己啊稳自己的自性，哦，那么持啊这个意多闻而显垢，就是我们哦听的太多了，就变成过错，只有听没有做。那么释迦佛、文殊菩萨和阿难呢，哦，三位同于真空哦空王佛哦佛所呢发心修道。那么佛、文殊呢哦勤精进，阿难呢乐多闻。哦，那么即此啊，则所遇啊之佛等同为尘，哦，遇到的佛非常多，那么皆以多闻之力啊，哦，维持哦这个法藏，就是把那个所有的法呢，全部啊都记下来，凡一切秘密深奥之法门，哦，悉皆得闻，唯悟啊多闻，不勤啊定力，就是哦不努力啊去实践。哦，听到以后不做，哦，这样呢，哦，没有用的，跟那没有听到，哦，一样。欲若总习呀，哦，不先呢这个除掉，哦，蓄居啊多闻，反成啊垢物，哦，非但闻于普通的佛法，乃至闻于啊秘密的身法，皆为呢，哦，寻尘流转，哦，寻着凡尘啊，然后我们流转在六道。将自己之耳根呐，哦，受持之佛所说之佛法，何不呢？是取呀、啊、本文，我们自己呀、啊、本性之中，哦，这个具备的那个功能，哦，闻宣导呢，闻根呐、啊，以闻来闻我们自己的佛性，哦，此两句呀、啊，将闻除佛佛，何不啊自闻闻？是修道呢最重要的法要，哦，简述巧妙。哦，将我们的闻性来受持佛所说的佛法，所以将闻除佛佛，何不啊自闻闻？为什么我们不回观反照来闻自己的闻性？这样懂意思吗？听清楚无？那么闻非呢自然生，因生啊有名之，贤闻啊与生托。能偷啊，哦，欲随明，哦，这个啊，文殊菩萨呢又详加的解说，说此文呢乃凡俗哦所用啊染尘所结之根，把凡尘呢都染过来了，哦，然后结了在我们的哦那个耳朵耳根里面，哦，那个啊哦根耳根，非是呢自然而生。哦，因于动静啊，两种妄尘。哦，动啊就是有声音，静啊就是没有声音。那有声音没有声音呢，都叫生尘。所以妄尘不真呐、啊，哦叫妄妄尘。哦，年起啊，湛然精明哦之体。哦，化为听经，听经啊应声，卷声成根，遂有耳根啊这名字。哦，所以这个又详细啊解说哦它的来源，说啊这个因为凡尘的有声音跟静悄悄哦黏呐、啊，我们湛然就是佛性本体，我们湛然精明哦那个佛性本体，然后发为听经，嘿，就是发挥听佛性的功能作用哦听经，那么听经呢反映啊这个声音。那么卷声啊就成根、哦、把这些声音、哦、这个收集了以后就变成我们耳根、啊哦、才有这个名字。那么贤闻、啊、与生托、哦、最重要的关键、啊哦、就是这个贤闻、啊、与生托。那么基因呢染声而结，把声音染过来，整个给染来、哦、声音都给染来，整个染过来，必带呢生脱而解，哦，就声音来了，全部都没有声音了，哦，旋转啊，能闻之闻性，以所闻之生成啊脱离，哦，即入流往所，
所以我们了解哦，这个功夫啊，就是在这边啦。哦，我们啊，这个平常啊，都和这个耳朵呢，夹来来哈、哦，一直听啊外面的声音。哦，这个叫做哦，出流、眼尘跟凡尘攀岩，了解吗？然后我们能够啊，哦，回光返照。哦，这个入流，入流呢就是回光返照。回光返照一回来以后啊，我们跟声音哈、哦，哎，脱离，哦，跟声音脱离，我们的稳性跟声音脱离。哦，所以这个时候稳啊，是稳我们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哦，这样了解意思吗？哎，就是在这边哦，我们大概是最难放得下。哎，龙。都是会记得说哦，外面的声音、啊、很迷人、哦、很值得我们去、哦、追求，然后呢都不肯、哦、回来闻我们自己的本性。所以、哦、底下呢文殊就讲能偷啊亦随明，说呢这个尘、哦、生尘啊已经脱离了、哦、那么生尘脱离啊这个根、哦哦、就尽了，生尘脱离以后啊，我们那个耳朵耳根啊，是不是没有对象？好、哦、啊，所以就净啊，生尘脱离了，耳根哈、哦，它没有对象，你的无哈作怪啊，不作怪了。哦啊，这样的话哦，更有谁名为根啊？哦，就没有哦，耳根就没有，就可以哈、哦、回到呢我们那个湛精明、湛蓝精明之体。这样了解意思吗？因为我们、哦、很少、啊、研究、哦哎这个、怎么样来、哦、进入修持的法门、啊、所以、哦、就会觉得比较生疏啦。可是你一定要在这方面、哦、用心，因为这个要、哦这个哦这个、成圣、啊、还是要成凡，就是在这个关键、啊，你看要他出去呢还是要他回来，哦，就是一个关键。所以一根呢、哦、即还原，我们只要耳根、哦、全部都还原，六根、啊、成解脱、哦、只要一根就好、哦、不用全部呢六根都修。那么见闻、啊、如幻意，三界、啊、若空华、哦、这个三界好像空中的花，稳、哦、护啊，一根尺，这个稳、哦、我们的稳性已经恢复了、哦、就是啊、哎，回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然后一根啊、哎、那个一、哦、啊，就是病、哎、我们、哦、眼睛有毛病了、哦、那个一根啊，除掉了。那么尘消、哦、凡尘啊，都、哎、没有了，觉啊，我们佛性本体啊，圆满了，清净了。哦，尘消觉缘净，那么净极呀、啊，光通达，哦，就各位发挥大用。极照呢，含虚空，哎，所以我们了解啊，极是不变之体，照是随缘之用，哦，讲佛性呐、啊，它含着虚空，切来观世间。这个时候，我们来看看呢，凡尘呐、啊，犹如梦中事啊，好像哦，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梦里面的事情，摩登伽呀、啊哦，在梦，谁能哎流入行、哦？那个摩登伽、哦、引诱你的、哦、进入他的房间，那个摩登伽呀、啊，在梦里面哦，啊、谁能够留你的形象呢？那么尘哦，既不言呐、啊，根呢无所闻哦，尘不言呢，根没有对象哦，就独立了哦，它就尽了，没有了。六用啊不行，就是我们的六根都不再行了，反流啊前一已经呢、哦、返回啊到呢、哦、那个湛蓝的本体了，一、哦、一呢就是佛性本体，哦觉者啊哦怕噶被噶套开哦解开呢那个结，但从有根哦逆流而入哦，从我们的耳根啊。哦、我们从耳根的逆流、哦、而入一根、啊、既已经还本还原、哦、觉性、啊、就现前，我们的佛性、啊、就现前、哦、不复、啊、寻尘结根，不再恢复、啊、
我们循着凡尘、哦、那个声音、啊哦、生尘，然后又结、啊、耳根、哦、循着、啊、这个色尘又结眼根，循着这个、哦啊、那个胃、哦、胃尘、啊、又结、哦、我们舌根，则六根呢聚成、啊、解脱众生世界、啊、以致、啊、不能、啊、这个产福、啊哦、所以众生世界、啊、不能产福。那么尘界、啊哦、前依、啊、前根而立、哦、这个凡尘的所有、哦、一切、哦、这个世界、啊、都是按照我们的前根然后建立。那么今前根已经解脱，而尘界、啊哦、自毕、啊哦、随消、哦、凡尘世界、啊哦、都已经消了，虽然形象呢一切都还一样在，可是在我们的心中啊它都不存了、哦、已经呢对我们没有作用了、哦、见闻、哦、如一眼所见的空华，疫病若此啊华已空昧、哦、所以我们疫病啊辞掉的话，那个空中的花、哦、没有的啦，空中没有花。那么稳根呢今以弦望、啊哦、复真，旋转我们的望已经恢复到真，则一根之变啊迟矣、哦、我们那个、哦、眼根的六根的毛病啊都已经消除了，幻意啊既除，而尘界啊、哦、应念啊、哦、随消、哦、凡尘啊、一切都已经消了，由是呢本觉之体啊圆而不碍，净而不染、哦、都圆满，都没有障碍了，清净啊、哦、不染尘垢哦，净极呀，即极光呢啊，这个通哦，所以净极呀、啊，哦，就是极光呢，通即照哦，净极光啊，通即照。那么此光极而常照，含果哦，虚空，虚空呢，哎，我们呢都哦，光明常照。那么切来观世间呢，犹如啊梦中事。以含呢、哦、空之极照、哦、杂觉世间，我们能够觉察、哦、这个凡尘虚间如梦，了无挂碍、哦、这个时候、啊哎、当然就是解脱了，即所谓的超越世界、啊、得大自在、哦、摩登且呢、哦、在梦梦里面呢谁能留置、啊、你的形象，这个乃极花阿难的语言，如者如往昔啊被这个邪士啊所制，那个摩登伽呀啊用那个幻现天咒啊来制服啊阿难，变无自由，使阿难呢无自由，正是呢不能解脱解根啊超界。哦、解开我们的六根，超出呢整个世界、哦、得大解脱，亦有不知根中呢圆湛的妙心，我们呢六根之中啊、哦、都有圆满湛然、哦、奥妙我们的心性，即照呢含空，但取眼尘啊、哦、这是为心，妄认呢身中是以啊受制啊莫脱，受到赐福没有办法解脱，若能以极照来观世间，则摩登伽呢乃是啊梦中之人，梦中之人无华牵扯汝之身，流汝之行、哦、这个是、哦、文师呢跟阿难讲，如是呢巧幻师幻咒、啊、之男女，虽见呢知根动，要以一击抽习机呢归极然，知幻呢成无性、哦、这个比喻啊是从真起妄，反妄啊归真、哦、巧幻师啊即能作之人、哦、比喻啊真如啊能随眼、哦、幻作、哦、即啊所作的幻事、哦、比喻啊成事无名，哦、那个啊我们做事啊、哎、在无名之中做事，那么知男女啊即犯咒之人，比喻我们六根，那一击抽呢、哦、即知根动之机关、
哦，比喻啊，一精明之体分成啊，哦，六个作用。那么习机哦，修习机关而不抽了，把那个抽的机关修习了。哦，比喻啊，衔一根精明之体，令其啊还原，哦，伊拢恢复个本来。哦，那么归即然。哦，这个男女之根啊，皆不动；六根啊，俱啊解脱。知犯呢，成无性；熟依犯处啊，亦成哦无性。即去界啊，哦亦超越。哦，情界、气界啊，全部都超越。哦，情呢，就是我们众生；那么气啊，就是世界，我们看得见形象的哦那个世界。那么六根呢，亦如是，缘依啊一精明，分成啊六合合，一次啊成修复，六用啊皆不成，成垢呢应念消，成圆明净妙，于成上之学明极啊即如来。哦，哎，这个说呢，六根中啊、哦、这个性啊，亦如犯人之之根。一精明呢，是依真妄合合而起，而为六精啊之总相，哦，即头纳维系识啊，哦，就是我们呢头纳维系识啊，哦，是从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哦之中啊出来。那么六根呢，哦，是能依啊，一精呢是守依，故曰呢言依啊一精明，分成啊六合合。和合呢这个根尘哦，和尚呢犯师犯作男女，虽见知根动呢，要以一击抽一次啊成修复哦，直耳根呢还闻造性哦，和这个比喻啊之中呢，习机把那个机啊哦习灭了，六用啊皆不成，我们的六根呢都不哦不再作用了哦，习机以后啊就归极然。哦，情界啊，就脱缠哦，我们的众生哦，有情的世界啊，就脱离啊这个缠缚。那么尘垢呢？哦，就指我们这个凡尘有形有相的哦，这个世间哦，六尘哦，过染世界，应念啊化成无上之觉哦，应念可以化成呢哦无上的之觉，成圆明啊哦净妙。去界啊超越哦，可以啊，情界啊脱缠，气界啊超越。那么一尘哦断无明啊哦未尽啊啊谓之有余微细之尘哦，尚在这个知学哦，就是有学哦这个啊学地的时候。那么明极啊即如来哦，无明哦尽了净了哦，本明啊。哦，正极即是啊，究竟的如来。那法门啊，既妙，修正啊，又很巧，成佛哦，就没有困难。所以啊，显这个耳门哦，这个文师呢哦，谈这个结论哦，大众呢即阿难哦，贤如导稳基啊，还稳啊，稳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言通呢？哦，实如是。哦，这个文师啊，哦，选定耳根言通，劝众呢？哦，普修，意味啊，梵文之功哦啊，易而且速，很容易又很快速。故乎呢，大众啊，哦，勿迷本文，哦，即如阿难，勿在强记。真实言通啊，唯在呢，旋转寻尘。哦，之颠倒稳基呀、啊，哎，真实的圆通就是呢，我们要旋转，哎，我们那个寻尘，哦，就是啊，随顺凡尘，哎，那一种哦，颠倒的，哦，我们的稳基，我们把呢，哦，那个佛性发挥的稳基呀、啊，去稳凡尘的，哦，那一些啊，生相，哦，啊，能够还稳的话。还稳我们的自性啊，我们自性啊就会呈现。那么此性呢，即圆湛啊不生灭性，就是佛性哦，不生不灭的本体，亦即菩提涅槃哦，圆清净体哦，
实成佛的真因，哦，成佛的真正原因，哦，故判呢，哦，此性啊，定成无上之佛道，绝对可以成道，可以成佛，即究竟的极果，哦，到达最顶点的果位，圆通法门虽多呢，哦，痴心真实啊，唯修稳性，哦，这呢就很，哦，快又很简单，很容易记。那么此是唯成佛一路的涅槃门，过去之如来啊，师门已成就，现在呢知菩萨今各路圆明，未来修学人啊，当依如是法，我亦从中证啊，非为观世音。哦，所以文殊菩萨说，不只有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啦，我也是这样修的啦。哦，所以我亦从中证。从耳根圆通哦，证悟本性。那么此是十方三世啊，哦，唯成之佛至哦这个菩提家路啊，涅槃门一条妙修行之大路。过去呢，知如来师门啊已成就哦，这一个哦修持方法都成就了。那么现在知菩萨哦，虽未啊成佛，今依此各路圆明。哦，都已经啊，各路圆明。未来的修学人，哦，修道学习的人，必当呢依此耳根，哦，梵文之法，如是呢，哦，而修，哦，不为知佛菩萨由师而入，即我文殊呢，亦从耳根呢梵文之中而得修正。那么诚如佛世尊啊，寻我之方便，以救之末劫，哦，求之世间人成就涅槃心，观世音啊为最，哦，成者就是真也，哦，成如佛是真，如佛言，哦，真真啊，真真如佛所命，寻我二十五行，二十五个修道方法。谁当其根啊，兼我灭后啊，此界的众生入菩萨圣呢，求无上道，何方便门得意啊成就。那么阿难呢，及此界众生啊，耳根罪力哦，寻声啊故流转，我们都寻着哦追寻的声音，所以才流转六道，能够呢闲流啊，我们把那个哦出外眼尘的那个啊注意力啊，哦，把它旋转，哦，让它回光返照，闲流就可以得到啊无妄，哦，无妄就是真的，就可以得到真。那么成就啊涅槃心，哦，就可以成就啊不生不灭的我们那个真心佛性。那么观音耳，哦，耳根圆通呢，哦，为最优。那么至于啊知方便，皆是佛威神。即是啊，舍尘劳，非是呢常修学啊，浅深呢同说法，哦，知耳根圆通之外，其余啊二十四圣啊所修的方便法门，哦，即是佛之威德神力，哦，令其啊局意之事啊，而能舍脱尘劳，非是呢通常可修之法，若是呢通常可修学。不须呢，藏佛威神啊加批，哦，但任运啊进修，自能入圆，哦，进入圆通。亦非是呢前位啊以身位，同时呢可以说法。若这个浅身啊可以同时说，哦，不需要呢即事啊而舍尘劳，如阿耨律啊思明，哦，佛是啊这个乐见照明。哦，周礼盘陀瘸，哦，这个没有记性啊，哦，送那个啊寄语送不来。那么佛教呢，调喜色心，哦，乌痴哦色魔多淫啊，哦，佛教他观浴火，哦，那个浴火一起啊，全身都火热，哦，那南陀哦他的呢胞弟啊，哦，南陀心善，佛教呢观鼻端。哎，此呢皆呢即是啊舍尘劳，
就是在他们的那个身意的事项之中去修持。那么人各呢不同岂可同修人都不一样，遇到的事情都不会相同，所以修的法门也不一样。那么且此等为对于前位身位则不相宜如须菩提之解空，富罗那呢之四变皆实以身心那个都修得非常久才得到的那一种那个他们的根底。那么其浅智我们智慧很浅，又呢痴心开始要学不能够呢得入，没有办法到达那个程度。那么若耳根呢圆通，则是呢浅深可以同收，久长可以共修而最初入门最适宜耳根圆通所以这个是文殊菩萨呢这个讲说。那么顶礼如来藏无漏不思议，愿加披未来，以此门无惑在这个耳根圆通的修持法门没有迷惑，方便易成就堪以教阿难即末劫成人。但以此根修圆通超愚者，真实心如是这个敬敬礼尊华，很尊重这个法门，以此耳根一门修正定体，即前佛说三如来藏自性清净之离体。那么守正定用，乃实以无漏无为不思议之适用。那么此正如来真如法身前体大用故顶礼求加加披如来藏，如来即佛宝，藏即心华宝，加披众生以此耳根圆通，无生疑惑，方便易成就，不止阿难众生也一样。于是阿难即知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观佛菩提即大涅盘，犹如有人因是缘由未得归凡，明了其家所归的道路要怎么样回家，那个路都已经非常明显，知道怎么走了。那么此阿难一类之机就是有学比较程度不很高的，手之障轻故能顿悟，而烦恼障重故未能顿证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手之障我们都是被这个手之所障碍，然后烦恼障我们大概两个都具备了烦恼障也有，手之障也有。那么且圆顿的教旨为重彻悟，彻底的领悟不愁呢不证，就怕不领悟啦，你领悟以后一定证。阿难即是大前示现就是故意示现比较低的程度，要来带领呢末法的众生虽不证亦护何碍不证没有妨碍他的发心非常大。那么此了然则豁然贯通豁然贯通就是了然得大开示文师呢分明把它指点出来，将闻持佛佛何不呢自闻闻即成就涅盘心，观世音为罪要怎么样成就，就是观世音的耳根圆通。那么普惠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二圣就是声闻跟缘觉，集之一切心花心菩萨，其是环游十恒河沙皆得本心，眼尘离过眼离尘过，或华眼净华眼清净就可以见到。性比丘尼就是呢那个摩登伽闻说呢具成阿罗汉
哦，光听呢这个文殊菩萨这样一讲，他就已经证悟到第四果阿罗汉。无量的众生啊，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哦，这个是啊，这个自经者呢，把它呢标明。那么皆得本心呢，即悟得啊本有真心。各位浅显，皆得本心了没有？啊，不猜我的噶。眼尘离过哦，得见法之眼清明哦。性比丘尼呢是摩登伽哦，闻是俱获啊，就成阿罗汉，即证啊无生法忍哦。这个无生法忍，在不生不灭的佛性哦，那个法里面啊，已经安住不动。那个人哈是安住不动的，我们凡尘的忍耐哈是啊，我们要了解那个人的哦，那个主要含义啊是安住不动。那凡尘人的忍耐哦是别义，是另外哈它里面的一个意思哦。那重点不是在说哦我们要忍耐要忍耐，佛经的人哦都是安住不动，因为佛经在讲哦，各位先生。假如说我们一直忍耐啊，有没有办法到永远？一定会爆发，对不对？嘿，所以哦，安住不动就不一样了。哦，他没有什么样的哦横逆啊，他都不会哦放在心上，因为无我相、无法相、哦无非法相，然后在四相之中啊，无我哦无。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全部都没有啊！那谁在侮辱我啊？没有，那没有的话，谁要忍啊？没有，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就安住不动，哦，叫做忍。又有无量的众生发无等等无上菩提心，无等等呢？哦，就是说。佛果菩提哦，乃为无等，无有何法可以啊等其哦，就是最上之意啦。无等等，没有比他哦更高，也没有跟他相哦等其的，没有。那么阿难呢？哦，整衣服于大众之中呢，合掌顶礼，心机啊圆明，悲心啊焦急。哦，欲欲啊，未来之众生故，稽首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啊，成佛的法门，世中修行啊，得无疑惑，常闻如来说如是言。哦，自为得度啊，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语言能觉他者，如来应是。我虽未度啊，愿度末劫啊一切众生。所以哦，阿难发心很大，那么心机严明啊，悲心焦急哦，心急啊，跟踪严战啊，不生不灭之真心。机呢，即贤文啊，梵文哦，贤流梵文次第啊，解决之事哦，那个是机哦，不达。本有之心啊，则旷觉机行啊，徒劳无益。哦，所以各位就了解到，哦，我们不通达、不知道、不启发我们本有的真心啊，则旷觉，你在怎么久的时间机行哦，徒劳无益啊，一直在修哦，都没有利益啦，不达修正之事，哎，就是没有办法证悟佛性，则尘埋宝藏。哦，莫救啊，贫穷哦，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宝藏啊都被凡尘啊所埋没哦，啊宝藏去有凡尘埋没，啊那拢真散呐，无在宝藏堂来生活。那么今性啊，哦这个修毕哦，这个已经到达故曰圆明哦，已经圆明了哦，得入啊哦未归故悲。哦，道家有望啊，故心哦，得到道路啊，可是还没有哦回去啊，所以悲
他已经到家有望了，可以、有希望可以、到家了、就很欣慰很高兴，一时呢、悲心焦急、于一心、自觉、于远、自己、对真理的方面、已经圆满、敏惑未悟、就是、灵敏、这个往后末节，我们现在啊是属于末节的时候、没有办法领悟，那么啊现利益啊、现义利呢啊现义利益未来的末法众生，故请佛明示、如何的安利道场，远离啊魔事。世尊，此之众生啊，弃佛见言，邪思说法，如恒河沙，意色身心呢，入三摩地。那个三摩地跟三摩地呀、是一样的。那么引何令起呀、安立道场，远离魔事啊，以菩提心得无退屈。末节的时候啊，弃佛见言，根基呀、愈薄。邪说呢，静心真假莫辨有欲修者啊，以菩提心得无退屈，应如何呢处置？那么尔时世尊呢，于大众中称赞阿难善哉善哉，如汝所问呢，安立道场，救护众生末劫的沉溺。汝今呢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呢，为然奉教。那么此赞呢，其请问之当，很恰当。善哉呢，有两个意思：一呢，善其发利他之心，得菩萨的正贤；二啊，善其请道场之意，得利他法要。所以这两个啊。都呢善哉善哉。那么意味如汝所问啊，只恐邪说说法扰乱的定心，必须啊安虑道场，方可远离魔事啊，此诚救度一切众生末劫之时啊，免于沉溺极要之法。所以那个时候啊2500年前啊就已经讲了这个邪思说法如恒河沙，那么多的那个邪思在说法，都要扰乱众生。佛告阿难，如常闻我毗那耶毗那耶就是戒律，先说修行啊三决定义所谓的摄心为戒，因戒啊生定，因定啊发慧，是则名为啊三无漏学，就是戒定慧这个三无漏，都是要有智慧。那么此佛正说呢道场的助行帮助啊我们行道。前佛对当机啊发明如来藏心，有耳根圆通物理啊直入者，乃为正修。所以正修跟助行，那么今当处阿难临敏末劫啊，恐多障难有志啊欲修者啊设立道场，所以如来有代世啊兼修之说，名为助行为啊助正修之行。然助啊有两个惑重者，迷惑比较重的，先持境界以自断花叶无明先把那个花叶无明自断。那么习重者坚持密咒秘密的咒语，令熏断的寄生无明这个寄生无明很难断掉，故知呢末世修禅定者，非此自行呢，则不免于邪说所惑被邪说所迷惑而成魔子魔孙呐因今世人出言呢缺少三思
讲出来呢都缺少三个哦，戒定慧平安夜哦，佛所说的戒律哦，这个三藏之一呀、啊、哦，这个经律论哦，这个呢啊戒。又云哦，品尼或品那耶，欲耶哈灭哦，律或是条幅哦，戒律呀、啊、哦，灭之呢过灰过错啊，以及不对的灰是灰哦，故云灭。那么断哦，断绝轻重之罪责啊，故云律哦，调和生与欲之作业，制服呢哦，知要行。哦，故云呢，哦，调伏。那么先说呢，修行啊，三戒定义，哦，戒定慧，摄心呐、啊、为戒，收摄其心呐、啊，一念不生，众戒呀、啊、记住。哎，所以我们哦，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哦，所有的戒律啊，都记住了，具备了。哦，所以啊，摄心，我们心力外放了、啊，就破戒了啦。哎，心力收回来，哎，就守戒律。所以哦，佛的戒律之中修，也是要我们哦能够成道成佛。所以色心呐、啊，变名为戒。那么因戒啊生定，哦，我们呢这个啊心收回来了，哦，因为戒、啊、就可以生定。哦，心呐、啊、既已经啊收摄，哦，寂然不动。哦，见生一定，哦，如风止，哦，风已经止息了，波浪呢，它就没有，就停了，哦，然后因定啊发挥，哦，定心成就啊，哦，本明，我们本有佛性的光明啊，哦，就渐渐啊就发挥，哦，照含万象，如风停哦，水湛啊，自体生光。无碍呢清净慧啊，皆从禅定生哦，则名呢三无漏学戒定慧哦，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一定呢哦，修道者啊哦要去这个行持。阿难云何哦，色心呐、啊、我名为戒，若知世界啊六道众生，其心呐、啊、不淫，则不随起呀、啊、生死相续。汝修三昧啊，本知尘劳，隐心不除，尘不可出。哦，这个佛啊解说哦，怎么样叫摄心呢？心为戒本哦，戒律的根本。若摄之啊，则名持戒；放之啊，哦，则名哦破戒。故以摄心啊，名为戒也。哦，这个大圣的修法。哦，阿难所思啊，啊，即是这个程度不深则，则应啊如何补救？所以佛啊，特示啊助道之行。若以哦示现之德出国哦西陀环，已啊经不入啊六尘，以无息呢哦加持呢杀道淫妄之沉迷于凡尘。哦，这个呢，佛都不用再讲。所以阿难所请的哦，就是为我们末劫的众生。那么持离之修法，可见呢，哦，阿难发愿之深，哦，不顾呢富罗那之言语啊，富罗那嘲笑他，他都哦不会见怪，忍辱啊护众，无非呢欲获示众生啊，哦有明法可循。哦，就佛明确的说，那么此经所占的水平呢、啊？哦，是在呢本性上所详论的呢，是耳根圆通、梵文造性、哦尘王根尽，尘已经都没有了，我们的根啊没有对象，已经也解除了脱根啊脱尘，哦哪有自现啊成见？哦，不会再陷入啊凡尘的景象。哦，然后升起呀、啊，杀道淫妄之事不会有了，故知此哦，加行持戒道长持咒啊，哦是这个为中下根之辈，开方便之门，
哦，自觉哦，还生迷尘世尘境者，哦，加紧脚步啊，哦，奋发图强，快马加鞭，哦，所以这一边呢是阿难慈悲。那么六字言哦，定慧啊一体不是二哦，是缘起呀、啊、已成就。那么此戒定慧啊，是缘起呀、啊、过程哦。正因为啊众生离道太远哦，易修者啊先悉守戒，以戒啊隔除尘染哦，定慧啊才能哦显现哦。所以啊六祖讲的定慧一体呀、啊、哦，就是啊这边所讲的后面两个啊，一定要先呢哦自己的程度过了哦，然后再来接收呢哦那个定慧一体。若知世界啊，六道的众生皆因呢哦允欲而有生命哦，我们有身体呀、啊，都是从允欲来的，是以啊产福啊生死哦都绑住了，作爱呢就是啊生之因，那么其心不允，则生之因啊已断哦，心啊不允欲啊，生的因已经没有了，无生啊就没有死啊。哦、才能脱离、啊、脱出轮回，以允力之事啊，非但呢不动身口，亦不生一念啊思想之心，方以色心啊为戒啊相应。那么心既然已经清净哦，则树根倒断了枝叶哦，那个根已经都哦断了枝叶，它自然就枯了哦，就不会再生哦，自啊不随起呀、啊。生死啊相续哦，如获前会地之文哦，欲爱啊干枯，根跟茎啊已经不我没有对立哦，现前的产子啊不复续生，可证啊失意，如哦如修正定啊本出尘劳，隐心呢不除啊尘不可出哦，隐力啊为尘劳的哦那个首要。那么众有多智啊，哦，禅定现前，如不断引啊，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的魔女，哦，彼等之魔，亦有徒众，各个呢智慧啊，成无上道。哎，所以我们了解说，魔王他也是一样要成无上道。爱淫修禅呐、啊，尘不可出。纵有四字变冲善说之法，禅定的现前，如不断引啊，必落魔道。哦，魔乐啊，欲见。哦，既不断引欲啊，则堕呢魔界。今以禅定啊，多智而助啊引心，使淫啊增炽。哦，更呢热烈。如此修法，以偏的正道而不自知。各个呢智慧啊成无上道哦，我慢啊成习哦，慢呢就是骄傲哦，非果即果哦，不是呢可以得到啊果位，他呢啊自己啊说得到，那么其人亦不觉知啊已经着魔，如此呢哦则直堕啊地狱啊，无语会堕入地狱哦，我灭度惑啊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畜生呢世间广行啊贪欲，为善之事，令之众生啊若爱见坑，失啊菩提路，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啊，先断呢心淫，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慧哦，清净的教诲。我者佛呢自称哦灭啊哦，就是灭之末烦恼哦，即见思恶惑所引起和根本烦恼及三界的无明哦，度哦这个两种生死及昏断生死跟呢变异生死，灭度啊哦即气世之别称呐、啊，已经离开凡尘哦，正法相法都已经过去了。哦，末法之中呢，气圣啊，时遥哦，气圣人呐、啊，已经都比较遥远哦。魔强法弱哦，魔很强哦，佛法很弱
哦，故因啊多此魔名，畜生呢世间，如佛哦赤然圣花哦，佛很赤圣，世间呢尽受其粉呐、啊，哎，都是受佛哦这个灾难，广行啊哦贪淫为善之事，即先世呢代引修禅之辈哦，来为哦这个教师哦，现通现慧。显现神通，显现、啊、智慧、哦、密教的行淫、哦、暗中教人行淫，以为呢佛身、哦、地相的传授，自以为善之事、哦、行淫之事、啊、善事行淫之理，令之众生呢、哦、肉、啊、爱见坑、哦、爱己、啊、私货，见、啊、就是见货、哦、见私货，而以隐喻、啊、为教化之端，则堕呢、哦、爱坑；以隐喻为真修之法，则堕呢见坑。见思恶惑、啊、是生死因，若此坑呢，则失菩提正路。哦、特殊、啊哦、特别交代阿难、哦、转教呢末法隐哦隐喻为大定哦圆觉。哦、不为身、啊、不行隐事，且要心、啊、不起隐念、哦、方可、哦、心不要起，此正呢防微、啊、度见、哦、临身、啊、履薄之见、哦、就是啊深烟好像呢、哦、在那里、啊、那很危险的那里、哦、那里拔的都因浑身碎骨，然后呢薄冰啊哦、你打他大力的、哦、就沉下去了，不得起来。那么果能如是、啊哦、光明如来、哦、先佛世尊呢、哦、指过去的之佛，那么今昔、啊、之佛皆如、哦、皆作、啊、如是说，定可、啊、信从、哦、低则、哦、积呢这个四从之熟、哦、杀道云望，那么决定呢、哦断除心淫，清净修学、啊哦、究竟的、哦、明回、哦、清净救回。是故阿难，若不断淫、啊、修禅定者，如增沙石啊，一取成幻，经百千劫啊，指明乐沙。何以故啊？此非幻本，沙石成故啊。所以我们一定呢、哦、这个修道要修到根源。假如说不对的话呢，我们用砂石啊一直来煮饭哦，煮过个固哦都没加啦哦，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定要找到根源哦，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么以禅定熏修哦，欲知与增，以不生哦不灭的心来修道啊哦，为本修因，然后严惩啊果地修正。哦、所以比喻、啊、如真米幻、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假如说呢 不修正因的话、那个再怎么久再怎么努力、啊、都不会成道成佛。如以隐身求佛妙国，终得妙物、啊、皆是隐根，根本、啊、成隐，人回三途、啊哦、必不能出，就是三恶道、哦、三途刀途血途、哦、我们要了解那个轮回三途、啊、都是、哦、很苦的、那一个方向、哦、所以 这个苦海、哦、不能出，如来涅槃何路修正，必使隐居于、哦、身心俱断，断性、啊、亦无、哦、都没有了，难道断性也一样、哦、以佛菩提、啊哦、才有希望哦，思可希冀。如我此说呢，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啊，即颇旬说。颇旬就是魔王哦。摄汝不断隐喻呀、啊，是以隐身求佛所证啊，妙觉即果。那么众经多解，修了非常久哦，修习得开妙悟啊，皆是隐根哦，根本成隐哦，处境啊变化，你遇到呢景象。然后呢、哦、你就发那一种、哦、欲望想要作爱，由此恶业、啊、必致轮回三途，人生呢伤不可得，况呢修佛国也。
哦，佛所证之哦，如如理呀、啊，何入修正？必使隐积身心呐、啊，既断哦，积则发动之有哦，就是发动的原因。那么身则啊，隐积呀、啊，哦，身之隐积由心始作，哎，心呐、啊，哎，一动的身才会有动作。哦，心之隐积呀、啊，由念意、念妄意呀、啊。哦，所以心、啊、就会动，必使一念不生、哦、身心恶土、啊、方得既断。若使能断之性犹存、哦、而所断眼缘、啊、乃在终会呢杜绝，必使、啊、断性亦无、哦、能所双明，方成、啊、无病之人，以佛菩提、啊哦、思可希冀，才有希望。如是说明呢、哦、为佛说，这样讲的话就是佛所讲，不如是说，不是这样讲呢、哦、或言行隐、啊、不爱真修，是婆行魔王所讲、哦、适当、啊、觉知、哦、婆行魔王之名、哦、我们中文呢叫做恶者、哦、能伤法身而害慧命、哦、这个梁武帝位啊，哦，此颇循啊，恼害一人，哦，意之为鬼，把他呢，哦，改一个名字叫鬼，哦，这个呢就讲到这个淫，接下来就杀，然后我们还剩下十几分钟呢，给各位提问，各位有问题要问吗？李讲师，请问说，这个无遮法会，无遮是什么意思？遮蔽的那个遮啊？无遮法会。好、哦，无遮啊、哦，无遮的话、哦、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程度，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全部呢都可以进来，无遮啦，没有遮止啊。那有遮的话、哦、就是有挑选啦。有一些、哦、不能进来，不能听，那个叫有遮，这样了解意思吗？各位了解意思吗？无遮，无遮的话、哦、只要你肯研究肯听，你就可以进来听，那个叫无遮，没有遮止啦，这样了解吗？哎啊、有一般、哦、有的都会、哦、限制说你要有程度了、哦你才可以、哦、参加、欸、那一个法会、哦、你没有到什么程度、啊、不可以去参加，那个叫有遮，这样知道吗？还有吗？独觉是不是？独觉是什么？独觉、哦、那个声闻跟独觉吗？独觉哈，缘觉跟那个独觉啊，缘觉。哦，对对，那个独觉哈，就是没有老师教啊，他自己呀、啊、观察万象，哦，然后龙姑哦生花了，然后哇枯萎了，他领悟道理了，那个叫做独觉，独自觉悟了，不经过老师教导，哎，稍微那个哈、哦。哎，我们就讲、哦、那个必诸佛，他就是哦独觉，哦独觉跟圆觉啊，他是哦我们要了解哦，圆觉是修十二因缘，然后独觉哦他是观察万象，哦那个哦我们万象啊都有一直生，然后哈、哦、哎长，然后异，然后昧，荣枯，哦枯萎了，哦很兴盛了。他观察这个道理领悟，那个叫独觉。还有吗？假设他这样是他自证了、啊、哦那个程度，所以才叫必诸佛，是在菩萨之下，还没有，因为他、哦、只有观察万物，还没有把、哦、他的那个知道的来、哦、这个度化众生，所以他还没有进入菩萨位，还在、哦、那个声闻缘觉的、哦、那个位阶，是死以、哦、还治疗汉，自己、啊、
哦，解决自己的困难就好了，不管别人。还有吗？还十分钟而已哦。好，请说。好，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这个网络视频，那是不是要去了瘾以后我们比较好修法？啊？戒瘾，今天所讲的这个课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哦，这个上天大开普渡啊，哈，所以那个是从我们的哈、那个哦心里面啊修持的，啊，因为心瘾哦，我们要去了解到。那个都是哦，各位浅显，你心一产生的哈、那个想男女做爱的，你看得见吗？啊，你知道吗？你自己心起的时候，你知道吗？哇，各位浅显，这个哈、这个修持啊，就是不起那个念。那我们要了解哈、为什么说中下阶层，就是哦，不是一个很高程度的啦。那不是很高程度，他要先从哦行为来规范。那行为规范以后哦，慢慢的你才达到哦那个心性。那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最重要，他为什么说色心为戒？就是、我们心不外放了、你把它收摄回来，把它这个、当作戒律、你收摄回来是不是都是觉了？没有不觉嘛，对不对、你没有不觉，就是没有无明，没有无明、就不会做错，不会做错呢，就不会、落入我们那个果报，恶的果报，没有啊、所以我们、能够收摄、能够回光返照，这样、我们这样修、就是我们所要追求的啦。那我们在讲说、假如说、大家都、清修都不结婚的，那完全都没人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在这个大场合、有一些导还不好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每天都要吃饭，对不对？那孔老夫子也讲啊，食色性也，对不对？所以哦，你再如何卖过？还有吗？好，请说。前天老师刚刚你有说到说安住，安住啊不动，安住心不动叫做忍嘛。对，但是里面有一段他说啊，那个难陀哈，他心比较散乱，佛陀叫他观那个彼端，那这两者有何差别？那如何去修啊？现在，因为我们哦，各位浅显，那个文字哦，是帮助我们了解状况了，那个安住不动哦。我们假如说是以我们了解的动跟静来进入的话，那完全都离体了。我们、已经知道到自己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轮廓呈现、然后已经、又深入其中，又通达整个宇宙虚空啊，你能够、你这还有所住的话，那就绝对不对了。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来讲这个现象呢？要讲什么、你能够到达先了解轮廓，然后你、让它呢茁壮长大，然后你一直、就能够、在、不生不灭的本体当中，你都不要再有、起心动念来做凡尘、这一些不该做的事，那要怎么说？所以我们就用人，人就是什么？安住不动、安住不动、就是你整个、佛性本体、都全部了解了以后，你不要再有什么样的、那个状况出现。所以我们用这个字、你用安住不动、难道说不能叮当、我们那个不能叮当、好像比较容易知道了。
可是这个忍啊，用的就很妙，忍，忍耐，哦，所以哦，他真正的要你到达，就是全盘了解那个状态，那个状态，啊，要怎么说？无言。无眼之法，然后勉强来说叫做忍，叫无生法忍。啊，既然都无生的法，为什么还要忍？所以那个就是告诉我们是什么都没有的。啊，什么都没有的状态之下，你要那样去追求，所以就用忍，不用安住不动了，是这个意思。那我们要了解说，哦，那个，哦，难陀，难陀是释迦牟尼佛的胞弟，亲弟弟呀，他同父母生的亲弟弟，啊，他因为哈，跟佛是一样有哦三十相，只有差两相，三十二相就成佛嘛，啊，他因为哈，他很喜欢哦男女之间的情爱，很喜欢。啊，佛就教他，哦，说你要了解到，哦，凡尘的这个万象都是假的。当然佛经里面没有记载啦，可是，哦，他这边把它记载说将他观，哦，鼻端白，因为他那个，哦，就是神善，神善就是分心啦，啊，为什么分心？就是因为他都喜欢女孩子啊，不是分心嘛，啊，叫他边观彼端白，就是叫他观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啊。那我们，哦，要了解说你观你的彼端白，我们，哦，将眼睛看下来刚好看到鼻头啦，啊，你假如说，哦，各位啊，我们心太心念太多，你试着观看看，你一观了以后，哦，你没那个眼去想东想西啦，你只在那看这，啊，看这，哦，它会是白色吗？不会。可是你真的观久了绝对不一样，你就要自己去做，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功夫，哦，你还会看到你的，哦，那个呼吸之气，啊，会成两条白烟，但你说看得贵可是你真正的做啊，那个是功夫啊，嘿，真的就是有，可是，哦，不能住相，那个就是，哦，已经专一了，就是分散的心，啊，神善已经没有了，已经专一了。还有吗？还有三分钟而已哦。我想是跟有些先生问，他说有人常在睡梦中梦见和修行者对话，或看见特殊的景象，这样对修道人有帮助吗？错了帮不要管他了，哎，慈威说，哦，祖先来托梦，祖先来托梦，哦，就表示，啊，对你的寄望很大，因为他要来托梦，哦，他要向阎罗佛用功德去换才可以来托梦，哦，啊，所以那个祖先来托梦的梦你才要注意，啊，看那个梦，哦，跟你讲什么，哦，那个才是重点，他剩下的有的没的哈，哎，拢错了的啦。还有两分钟。第二点，新火币的新闻很多，我们都没有去研究。老师又教课常提醒我们要研究性与心法，那此两者我们如何来抉择？哦，性闻就是性与心法，所有佛讲的性闻啊，里面都是性与心法，只是我们，哦，不投入研究而已。当你研究了以后，你再回去看信论，你一定看得懂。哦，这些功夫拢较早看无，今嘛拢看有啊，就是性与心法，所以一样没有冲突的。你都很热心看哦，哎，那个仙佛的信论啊，绝对你就会知道说，我们在讲的就是在讲仙佛的信论啊。还有吗？还有一分钟而已哦。还有，现今的社会有人会用法术，也就是遁法，那个什么，奇门遁法，那个遁法，将我们身边的东西取走吗？
妖魔鬼怪啊，那个没办法的啦。导师哈、哦，各位前学，我们的生辰八字啊，不要随便给人。那个哈、哦，真的，假如说有学，哦，那个哈、哦、邪法的人啊，不正的那一法的人，他会有办法让你生，让你死。所以，真正的我们生辰八字不要给人。下课。一。